那是那是，这个现在黄金老打败仗，那里边一定有内奸呀、啊，得多杀了几个。贾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呀、啊，反正我们今后不打八路，不打八路，嗯，也对，八路神出鬼没的，哪儿打子呀？这大当家的什么时候下来呀、啊？哦，我们大当家的最近可能没工夫，他这两天正和李政委商量事儿呢。我说的呢，李政委。什么李政委？我说你怎么连李政委都不知道啊？听着名熟，哎，哪村的？什么哪个村的？军分区的，就是三五九旅独立团李和宽政委。三五九旅，嗯，独立团，嗯，这不是八路的番号吗？对呀、啊，八路。手就别放下来了，你们竟敢私通八路！谁私通八路啊？老子们是想光明正大的投奔八路。你说老实人，别高兴得太早了。这是什么地方呢？对过就是宪兵司令部，要想活命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别怪我贾某人心狠手黑，逼急了我黑。哎耶，救命啊，救命啊。哎，掌柜的，过来过来。那来了。哎呀，您慢慢喝着呀，您着什么急结账啊？谁说要结账了？嗯，我问你，这瓶酒是哪儿来的？哎呀，从外边进来的。喝着不对味儿，这他妈是正经衡水老白干吗？哎呦，瞧您说的，这里边可有十成的衡水老白干。放屁，这里边能有十成的老白干？有多少啊？那我就管不着了。嘿他妈的，在这儿等着我呢。呀，竟敢往酒里兑水，走，跟我们去侦缉队。哎呦，那是不是得叫着黄队长一块去啊？为什么？哎呦，这酒就是从他那儿进来的。哟，二当家，您这就走啊？是啊，二位辛苦。贾队长怕你们俩饿着，说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你们进。告辞。慢走，慢走。又他妈吃独食儿！妈呀，你他妈不怕噎死？听听，吃的他妈还挺急，不会是把盘子都啃了吧？咱也没跟他抢啊！坏了，出事儿了！啊！报告，阿伊斯达混多尼巴罗尼哈西达诺，混蛋！他们真的要投奔八路？他们不光是要投奔八路。他们还骂皇军来了，哎，说皇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啥听懂？不对。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拿狗，别拿。尿坑里的泥鳅。掀不起多大浪头来了。多久？七十岁。那你耗子尾巴上那疙瘩没多大能水了。你这么你这么我他妈没法比划了。八嘎，我连都没了态度。真英雄哥死骨出发去了。操你啊，七
青沙口可给你送走一天马路一路次马六个啥子太君这什么意思啊这都看不出来啊立即集合所有人马马上出发把兔三炮杀个鸡犬不留快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呢？没看见黄军正开大会的吗？他们不开大会，我还不来呢。嘿，我是老大王，怎么了？你十分钟，研究嘛？你是不是找骂呢？你啊，走走走，别给我在这儿惹事啊！走走走，走，不是下面怎么就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出去啊！走。哎，老四怎么样？他呀。正在老乡家跟石队长一块儿喝小米粥呢。那你怎么还不走啊？走就走，还省得有人抢我烟呢。哎，我说你，哼！来，我让，队长说来，说来，说来。好，哎，诸位，诸位，停了，停了，停了，来，近一点，来，都停了，停了。鄙人代表安丘商会，嗯。新民会维持会啊先说两句。回来先回来回来。日月无光天色黑。太君领兵去剿匪。大小土匪齐逃跑只哼少剩两条腿。自昨日野尻太君带兵剿匪以来皇军取得了全面胜利目前已经将这股悍匪全歼了好好下面我们请白翻译为大家做详细介绍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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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太君各位长官各位士绅各位弟兄们前日鄙人有幸亲自跟随野尻太君进山剿匪有幸亲眼目睹了整个青沙口大捷的全部经过今天有幸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真是荣幸之至战斗是在夜里10点左右打响的当时野尻太君不顾腿疾冲锋在前我紧随其后距离大概是在10丈以内这叫他妈紧随其后吗保罗你怎么又喝上了不高兴高兴他们开庆功会你高什么兴当然得高兴胡三炮完蛋鬼子也死了10多个哎黑藤估摸着也见了阎王爷了不高兴的那是傻子哎你怎么又喝上了哎你干嘛哼我也喝两口在大日本皇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兔三炮匪帮终于土崩瓦解皇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本次青沙口大捷皇军共伏毙匪徒65人匪囚秃三炮被当场击毙以下众匪首或死或伤
或被生擒，仅老四一人下落不明，皇军共缴获鸟枪两杆，土炮一门，骡子两匹，草料若干。还有十个鸡蛋呢。对，还有十个蛋，还有两只老母鸡。而皇军仅阵亡一人，但不幸误落悬崖，摔死其人，误入山涧，淹死九人，误落猎户捕捉野猪之陷阱，加伤一人，被我方榴弹击中误伤九人，被骡子踢伤一人，另有黑城太君和两名军曹下落不明。鄙人以为本次青沙口大捷的取得，一切都应该归功于野尻太君的指挥有方。好，再就是，我提议大家为野尻太君干一杯。来，谈判。站住！他妈瞎了眼了你，慢点跑你，八嘎！嘿呦，感情是黑藤太君，太君，您一打我就知道是您，您打我脸上，那暖我心里的。哎，大家都看呢啊，黑藤太君还活着呢。我好。我提议为黑藤太君成功脱险，干一杯。干杯！太君，您那扇子呢？我那扇子早跑到石青山手里去了。西子磊，